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今天就我自己，因为小米呢，他在家里，看着宝宝。然后我今天要去法国超市买菜，因为等一下我们的朋友会来我们家一起吃饭，还有一起喝酒。现在法国6点，下午6点必须回家，不能出门了，所以我们。本来是网上的会，然后我们改到中午了，这样我们还可以见面。我那个朋友他测了一下，然后我上周也测了，所以我们很安全的，很放心的，一起喝酒吃饭饭。好啊，我带你们上超市，跟我走呗。我差不多都买完了才，我现在在排队，好多人啊，特别多，可以了，可以回家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他是小米，他是小米，还有我们家两个好朋友，还有两个小公主。Hello， say hello。Hello? 两位小公主，我不是女儿，你别提了。两个好朋友过来吃 raclette， 我的山东老乡啊，老李啊 ，Hello， 和薇姐，还有薇姐美女、啊，我们要开始吃饭了。你跟大家说我们吃什么？我们要吃一般中国人没法吃的东西。啊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很臭的奶酪，奶酪特别臭。你问问孩子们喜欢吗？哎，孩子们，你们喜欢吃吗？喜欢吃吗？来起来啊！你不喜欢吃？啊，意见不统一啊。好啊，那我们慢慢吃，然后给孩子做那种鸡肉饺子。我们这个桌子上有什么东西来 ？OK， 给大家介绍。对。我们香香的肉，还有鱼啊，有三文鱼。香香的肉啊，香香的肉，对，火腿肉，香香的肉，还有大家可能吃不了的这个香香，这个味道很浓啊，嗯，我都能闻得到这个味道。我吃完了以后就没法跟小杨接吻了，嗯。好，我们开始吃饭。来吧，我们开饭啦！开饭喽！吃饭。哇，老婆，你这个。除了吃奶酪、烤奶酪，你还做别的呀？对呀、啊，饺子啊，给小孩吃的。OK， 太棒了。这里边是鸡肉馅儿，还有奶酪，也是奶酪。老婆，我想跟你说，说吧，我好羡慕我的朋友老李家两个女儿啊。我们得抓紧了，人家网友们都催我们要女儿，你这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犹豫。还在自己坚持说，我只能生男孩，生气了。跟你说话了。哎呦，我肚子只能生男孩，你自己看看，你试试看看。我有啥可试的？哎呦，好了，先吃饭再说。别给我打。OK， 烤乳酪呢，一般是在这个烤炉上。然后呢，每一个人会有一个小的这样的托盘儿，然后把那个乳酪放在里面，是吧，老婆？对。你要介绍，你是法国人，是吧？咱这个好朋友是会俄语，以前在俄罗斯是吧？是吧？嗯，对。嗯，对，会俄语，还韩语也会吗？啊、嗯，整两句呗。个人爱好。对你来个叽咕噜转，咕噜转。转你俩对一个。好了啦，俄罗斯，好了呢，斯巴辛吧，来干一个吧，来。哎呀，老婆，你看借助这个这么好的机会，你看我们朋友，你看家里两个女儿，我太羡慕了。我们一定要使把劲儿啊！你再说一句，我就离开这个桌子。别，我这真的是我的心愿。我生不了女孩了。怎么生不了女孩？就我们的网友们都说让我多吃肉，多吃肉，酸性体质就可以生女儿。或者是，但是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他们觉得如果女儿长得像爸爸，就有点可惜了。
们说我长得很帅的，真的。所以就是谁说的？就是十个里边有一个说的。啊、所以说，我觉得还是有说的等于比没说的强，是吧？啊、嗯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觉得。只要你很帅，让我有动力，就是女儿，哦、是吧？哇，那是还是这个吗？他很坚信，他就是钻死牛角尖儿，他就觉得他坚信是一个儿子。什么坚信？是吧？嗯，你一会儿看看吧。嗯，一会儿就能看看吧。哇哇！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时间，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听，一会儿就。咱们问问我们亲爱的朋友们，嗯，这个养女儿，你们的时间表是怎么安排的，好不好？主要是他妈来。哦，你是不管？对，我是。你别做梦。哎呀，我太羡慕你了。别做梦。我们家是只是我管。是吧？我只负责服从。哦，让你干嘛就干嘛。嗯，服从什么？服从命令。不知道。服从命令，你给他下达什么命令，他就服从。对，他负责大吼大叫。然后一手。他负责大吼大叫。大吼大叫。大吼大叫。我们家是他负责大吼大叫。大吼大叫。哎，一样的。对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哎呀，我摘下来了。没生过儿子，也不知道。哎。儿子是什么感觉？你把它退，我送你一个。啊？我们哎，我们可以换一换。换换啊！借你养一下。换一个星期。你们养吗？那我们拿哪一个？你随便拿，可以吗？那你换吧。可以吗？那我要老二。拜拜。但是我觉得唯一的感觉我能体会到，就是女儿抱爸爸的时候的感觉和儿子抱爸爸的感觉绝对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。儿子抱爸爸呢是身体很直挺，嗯，往后，女儿抱爸爸肯定是非常温柔，嗯，像一个棉被一样贴在你身上，嗯，而且是加热的棉被，嗯，他妈妈对女儿会比较严厉一点，我就是那个啊。真的吗？是的，因为你知道你想让他做一个更好的，对对对，嗯，更那个。我也会啊，就比较严厉。对，就是你可能咱如果你第三个是女儿的话，对，然后你对这个 A 段的那种慈母的样子可能就不存在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是吗？我觉得是，不知道，很分人啊，人也分性格分人吧。嗯。然后我觉得我对女儿很严厉。那我们网友们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女儿的？可以分享一下留言区啊。嗯。我要是生个男孩，我会笑，笑定的笑，他故意的，怎么办？三套房子，你别吓唬我了，你从现在开始全都是什么？都是工商银行，那不是工商银行，建设银行，招商啊，不是，对，建设，嗯，对吧？嗯。那我们这个互换孩子这个就协议就达成了，行，男孩，对。是不是还得尊重一下孩子的意愿？啊，这个圣诞节的礼物今天才拆。哦，车喜欢吗？嗯。李丽的。啊，遥控器，带遥控器了。啊。就怎么样？很适合你吧？关注我们杨米家。